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要来大家到新加坡的 Bugis。OK， 我后面这一区是 Bugis 这边比较著名的一个百货公司地带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台湾之光在新加坡。OK， 首先带大家到第一站 ，Let's go。玩具博物馆哎，哇哦！在这个对面，维乐山丘，因为现在十月嘛，十月一号才刚刚中秋节。哦，前面有一只鱼尾狮哎，可爱的鱼尾狮。OK， 我来进去看台湾之光吧。进去一样要扫 QR code， safety entrance。OK， 我们进来了。好，首先维乐餐丘进来，这边有个用餐区，这边还停脚踏车，这边是柜台，那这边有一个长椅。这是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，有一点点乱。好，我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五块装的凤梨酥。等等，怎么觉得灰尘很多呢？好，这个就是榴莲。蛋卷，榴莲卷，它里面有20只，然后是29块钱新币，然后它是 D24 的榴莲哦，然后这一个是八只装是12.5新币。好，这就是凤梨酥本尊，这边还有一个凤梨奶黄月饼，
这个现在，因为我们是10月2号来，现在中秋节过了，所以现在没办法买到这个。它上面有一个2020的一个 logo， 很可爱，有一个大月亮跟一只兔子，里面就是长这样子。然后它现在有卖的，只有凤梨酥，凤梨酥16颗装的是41.5块新币，噔噔，然后10颗装的是26.5块新币，这个是10颗装的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礼盒，是凤梨酥加红茶，对，这是乌龙茶吧，乌龙体它写红茶，所以是47块新币。对，它是松柏岭乌龙茶，松柏岭乌龙茶，可是它这边价格牌写红茶。 OK， 我来找茶的，真的好。那这个是专卖乌龙茶，对，我这边就写乌龙茶，乌龙茶100克的话是25块钱。噔噔噔， OK， 我刚才看到一个小盒装的凤梨酥是5块装，14.5块。噔噔，哦，这边还有卖玉山，不是玉山，是日月潭的红玉红茶。对，日月潭的红玉红茶哦，它是50克，卖18块新币。噔噔，那这个是礼盒。它是乌龙礼盒，它是一个铁盒装，很精致的铁盒，然后它里面是15包，31.8块，噔噔，里面长这个样子，很可爱的铁盒子装。它是松柏岭的乌龙茶，它盒子上还有镶着维乐山丘的一个 logo， 这样很可爱哦。然后它的冲泡式是这样悬挂式的，所以你要用热水冲在里面。哦，我觉得很赞呢，赞赞的哦。请问一下，我有点想买这个，因为又有乌龙茶，又有凤梨酥。嗯，这个凤梨酥是10块装，所以单买这个的话是26.5，然后加乌龙茶的话，噔噔噔噔，现在单买这个袋子是25块钱，噔噔。可是买凤梨酥有送袋子，对不对？每一盒有送个袋子。哦，可以介绍一下袋子吗？袋子。它是5片跟10片的包装，这是5片跟10片的袋子，然后16片，这是16片的包装。OK OK， 那如果买茶是用这个装还是用这个装？买茶，茶是的话是用这个送。茶是大的，茶是大的。OK OK， 那我要一个乌龙茶，15包的，我要一个这个，然后我要一个，我要一个5块装的凤梨酥。总共是46.3块。46.3，OK。耶！所以我买了一个凤梨酥，这样两个是46.3。这是百盛楼，这边有卖很多文具用品，书店都在这边，然后你要卖二手书也可以在这边卖哦。
出口吗 ？B 号出口，然后 B 号出口出来之后的左前方，你就会看到我前面的噔噔，五宝村的面包店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噔噔，台湾之光五宝村的面包店，五宝村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哦。哦，他的把手好可爱哦，也是面包。噔噔噔，哦，他也有在卖月饼哎。嗯哼，中秋节月饼，今天10月2号，所以已经是中秋节的隔一天了。他们月饼还没有卖完。OK， 荔枝玫瑰看到，整个的话是21.8新币，一半的话是14.8。那它跟有名的这个酒酿桂圆价钱是一样的哦。然后它现在是国庆限定。哦，下面还有一只毛毛虫，好可爱哦。还有芝麻抹吉，芝麻抹吉是3个6.8块。Lucy， 帮我加3个抹吉。哪一个？芝麻抹吉加3个。啊，掉下去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加旁边好，加黑一点的。黑一点。嗯。3个抹吉。你刚好拍到它掉下去。有。好，我们关门。好。你要吃它的荔枝玫瑰吗？它的招牌，我想要它一半跟酒酿桂圆一半哎、欸。哦。可是它这边是整个的。好贵哦。对啊，14.8块。哦。一半14.8块。景点，那我现在拿的面包跟饮料去这个地方喝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山西卖场的地方，然后这一家里面也有贡茶，台湾的贡茶饮料也算台湾之光。噔噔，这台湾之光贡茶。它一杯珍珠奶茶要多少钱啊？看一下，一杯珍珠奶茶 medium 中的是3.5块，大的4.6，然后热的话也是3.5块，给大家做参考。这边贡茶台湾之光，好，这边是知名打卡景点，就你从这边有没有向下去，然后你可以拍全身照，一直到上面，这样这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对，噔噔噔噔，我们现在坐到这边有个大斜梯，来吃我们刚刚买的绿茶跟面包，还有蛋挞。噔噔，五宝村的茉莉绿茶，噔噔，开喝。哦。有糖的茉莉绿茶哦，它那种绿茶香还蛮特别的，很好喝，很好喝。我给8.5分。现在吃。
是这个是酒酿桂圆，它那桂圆肉好饱满哦。嗯，上面还有很多坚果在里面，然后闻起来的香气是很香的。那我先咬一口哦。嗯，它嚼起来那个面包香好香哦。那它整个面包是有嚼劲的。之光酒酿桂圆面包给十分满分。好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荔枝玫瑰，这是冠军面包哦。噔噔，里面有特别的荔枝在里面。嗯，好吃给大家看。它有那种淡淡的玫瑰香，然后还有荔枝在里面，有荔枝味。这个荔枝玫瑰在台湾卖一整个是360，可是在新加坡啊，一半就要卖14.8，好贵哦。可是它整个很有嚼劲哦，我像嘴巴里面都是那种面包香，还有玫瑰香气在里面，然后还有荔枝那种荔枝干那种淡淡的香气，很好吃哎。给冠军面包满分10分。好，噔噔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蛋挞。我这个是布丁蛋挞哦，先吃一口给大家看。嗯，里面满满的布丁哎，好好吃哦。布丁蛋挞会给9分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开箱这个芝麻抹吉包。有的，我相信这个袋子打开，满满的那个芝麻香气都在里面。对，很香，超香，给芝麻抹吉一个特写。哦，好，我吃一口给大家看。芝麻抹吉包。嗯，有没有看到？里面是满满的马吉的。嗯，哦，好吃哎！这三个有特价，三个6.8块，我觉得好值得。嗯，果那种糖的感觉，有点像台湾夜市卖的那个抹吉果芝麻或者花生粉的那个味道，然后它再把它包在面包里面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大家可以想象吗？我这样解释大家有没有想象空间？我的背景变紫色了。嗯，好吃耶，这芝麻抹吉包给9.5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的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